Triple kill! 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主播尚恩。今天我们来玩艾罗。艾罗呢长得非常像东京喰种的金木。如果你觉得很像的话呢，请帮我们影片点个喜欢。还没订阅的话，请订阅打开铃铛。另外公告呢，每个礼拜1、3、5、7晚上7点左右呢，我们都会开直播，在左下角的 No Life 直播。在于明天晚上呢，4月5号晚上7点，我们还会抽出1万点的贝壳币。 想要试试运气呢，或者纯粹想要看直播的，千万别错过。右上角是我们建议出状元及奥义。关于奥义的部分呢，其实还蛮多玩法的，你甚至可以带猛攻或者觉醒。猛攻的好处呢，就是2技能伤害更高一点，而觉醒的话呢，则是有更快的攻速。可是呢，艾罗本身就有一定的攻速了，加上呢我们不会买任何的暴击装，因此呢，暴露效益应该是3层里面最高的。 至少呢，以我们这个玩法来说，而关于出装的部分呢，除了收魂剑，你也可以改成带斧头。斧头的效益也不低哦，只是呢，收魂剑太过强势，它除了有高额冷却时间呢，还有100%的伤害，同时还有15%冷却。基本上有了收魂跟蓝 buff 呢，我们冷却时间就差不多满了，可以更频繁的释放技能。别忘了艾罗呢，跟普攻一样，也很重视技能，很频繁的释放技能了。这边锁定目标。 我们来抓个敌方的后排，这边刚好抓到呢，敌方2个人聚在一起哦。我们的红 buff 加上2技能的缓速，成功连制敌方，先收他们的勇，最后是他们的夸克一并带走。而这边追到敌方悟空打野在中路，我们一并把这兵线推掉。这时候敌方有收掉我们的图文，但没关系，这个交易还是挺划算的。注意到悟空。 悟空在呢，看他也不敢过来，我们赶紧把这防御塔推掉。但是敌方射手已经复活了，就在附近。看到我们还是来得及，先推掉哦。推掉之后赶紧开溜，来一个闪电侠，先把他砍起来。闪电侠已经开了大招，还加了瞬移。那我们这得等大招冷却，冷却好能反手去追闪电。结果敌方3个人都聚在一起，双重击飞，再一个2技能砍中3个目标。 最后收敌方的勇跟悟空，然后我们就是看他们的夸克，自己不用我们加位移，夸克直接把我们拉过去。别忘记我们本身就有吸血，而且呢，艾罗的技能命中目标呢也会吸血，最后也成功收敌方夸克。压上我们艾罗呢，可能要依靠高爆发，小伤害呢是打不死我们的。但这边我们血有点残了，这个龙呢待会还放一个技能，那没关系，应该不够杀死我们。 先把龙吃掉 ，OK， 安全手下。老板，我们直接来过来清一轮，清完呢，血量也吸的差不多。毕竟这一场我们买的是收魂剑，还有吸血的。艾罗的吸血呢是来自我们的被动哦，连技能都会吸。可是呢，这个效果对于野怪的效益会降低，但没关系哦，已经够我们续航用。 有敌方想要乱我们的蓝，先把他扫下。基本上艾罗玩法呢，前期跟莫拉有点像啊、哦。我们要以上4等为目标，4等之后呢就好抓人了、哦。如果敌方有位移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先教我们的1、2技能，把敌方交出位移之后呢，我们再用大招追杀。或者呢，跟队友配合的话，也可以蹲人草丛直接开大金场。可是呢，我们开大金场，敌方有位移的英雄通常会直接交位移逃命。 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配合一下队友，比如队友有晕眩或击飞，击飞之后借我们的大招，这样更加容易一点。找到空档，这个是推塔游戏嘛，我们就瞬间把这个防御塔拆掉了。拆掉塔之后呢，就是他们的主卡，乔飞跟上去，先把缓住1技能追上，一并击杀。这一波我们可是非常的赚了，追到了全队8个人头，有7个都是来自我们，这个不是所谓的大顺风场哦。 毕竟呢，优势都是我们带出来的，当然呢也少不了队友的配合。这是一个5打5的游戏，我们有队友，敌方也有。这边想要蹲久一点了，各队已经露馅了呢，就算了，我们把附近也快翻一翻。找到个主考，主考应该不会跟我们打架吧？哦，给他位移比较多，有点麻烦，感觉杀不死主考。来个猴子。你要记得，我们使用二技能的时候会消耗掉所有的被动层出。这边尝试抓个蛹，而蛹有点远哦。这边斩到敌方主考，先把主考带走。 然后敌方挂个在中路，闪电侠在这边，先把红拿下，找到一个猴子跟蛹，然后就先把猴子杀了，持续普攻，再用一技能当位移，再普攻烧敌方的蛹，敌方升闪电，这边先挂个闪电，但兵线的状态也不是很好，这里要准备撤退，不要再耗了。 转去中路拆中塔，这样子三条路外塔呢都已经拆掉了。敌方的外面反野塔被拆掉呢，他们的野区大门就打开，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反野。使用二技能敲起悟空，避免他拿回他的蓝。然后这边注意一下，不要被夸克勾掉哦。幸好呢，艾罗是一个挺灵活的英雄，普攻的动画很快哦，一技能还能够位移。这边抓到一个空档哦，敌方勇加入位移还是要被敲中，往后拉一点躲开防御塔。 一个二技能斩死他们的蛹，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一个二技能呢？斩了很多的血哦，一斩下去会吸很多血。这地方四人全面，看来能够 OK， 先拆掉敌方的中路高地，敌方闪电侠把兵线都清掉了，这里不好结束。哦，他闪电侠差一点血，下一波兵线来了，但他敌方英雄都复活了。这边我们想要呢，如果去集中火力是有机会打赢的。 来抓个蛹，可惜我们二技能没砍中哦，这里我们要凉。你刚刚呢看似好像有点膨胀哦，但其实我们是有机会直接结束的，毕竟呢我们的英雄都在防御塔外面，如果集火收了他们的蛹呢，再一起推主堡是有机会的。来了个主考，我们来挡住这个主考，跟上去，连着他普攻，最后一个二技能先收到主考。 再加一击位移，一并收到蛹，剩下他们孤军无援的夸克。这一波呢，我们的哥德是一个神助攻，完成一个3连杀。那注意到呢，我们的击杀参与率，全队18个头呢，有17个可是出自于我们。这地方说打野差距，这也不安全了。 我们上4等的第一波呢，抓了敌方下路，而猴子的上4等呢，也有抓掉我们的中。这边的状态挺不错的哦，待会呢准备大招进场，找到机会呢直接踩他们的蛹，蛹交位移，但还是哦让他们用残血逃脱。我们上后往外拉一点哦，不要受到防御塔伤害，优先推塔为主。OK， 成功推掉。这我们尝试再次进攻。 主考冲了出来，收了我们的书，但没关系，我们一技能成功连到主考，连着他不停普攻，收到主考，再用一技能连着蛹，收掉蛹，再一斩，这刀呢斩到敌方的夸克，连着夸克，别让我们的一技能有定身效果，进行3连杀，就成功击飞闪电侠4连杀，敌方猴子也已经复活了，我们收到猴子呢是有机会5连的，那但这个5连呢可能有点延时，我们刷出2技能。 一刀击飞，一技能冲前去，成功把他带走。最后去敌方珠宝，结束这场游戏。以上就是我们的艾罗走大野的传说。艾罗走凯撒路的话呢，出装呢基本上是从破阵开始哦，去不满兽人间。毕竟呢这是排位赛哦，我会玩我个人胜率比较高的位置。我们打野胜率比较高呢，当然会以打野为主。这一场打了40几%的输出，还有相当高的集赛参与。 那最后呢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哦！喜欢影片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打开铃铛，也欢迎大家来追踪我们的 No Life 直播。那最后呢，我是3哥们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